校园求生压力重重，日子怎么过啊？您现在的心声是指孩子日子怎么过，还是你父母的日子怎么过啊？都难过啊，都难过啊。有些压力来自自己小孩子哦，他自己会给自己压力，不过有一些可能来自父母亲、哦。真的吗？嗯、我看大部分，依照我的观察，90%应该父母给孩子压力比较大一点哦。那得要好好来检讨喽。对、嗯，但是呢，父母给予孩子压力这么大，但是父母好像也没好过过啊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办呢、哎？怎么办呢？来，今天纾压一下哈。好、嗯，我们今天呢就好来针对真实的状况，邀请到4位哦，哦这么多哈、哦，四位的妈妈们，他们到底平常给孩子多少的压力，好不好？今天邀请到有今年妈咪 Kelly、甘忧妈咪维尼妈、无奈妈咪 Carol 妈、不知所措妈咪 Daddy 妈，另外还邀请到小儿科医师黄宗宁、儿童发展专家王宏哲、幼儿园副园长柯学宇，完美小孩的压力来源原来就是你。你看下课十分钟对不对、嗯、我跟你说，如果老师有交代功课，你最好利用前五分钟把功课也可以该写的也写一写、嗯、有两分钟再去玩玩就好。两分钟你说从教室走楼梯到操场还来不及回来嘞。对啊，小朋友得到的压力来大部分还是自己的家长，也就是他其实最在意的是爸妈对他的态度。行前力专注力对抗赛，你不会想错过。对耶，聊说一点呢。对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来。哇，报仇是不是？这句话等于是对我们整个超市的一个侮辱啊！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，到底孩子的压力大，还是你父母的压力大，到底怎么回事，对不对？对，孩子的抗压性到底强不强呢？好，我们先来做一个统计跟调查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心理测验哦。请问你的孩子会很爱哭或很爱生气吗？请妈咪们举牌。嘿，来，哎呦，叉圈圈圈，只有 Kelly 说没有，对不对？孩子真的是不是心脏这么强？继续看下去，好不好？再来。第二题，请问你的孩子会过度依赖爸爸妈妈吗？请举牌。可以这样吗？好，中间叉叉叉，好，还是 Kelly 特别不一样。好，不晓得为什么，待会解释。好，再来第三题。好，请问你的孩子有游戏或活动中非常在意输赢的吗？哦，有好胜心强的，叉圈圈圈，还是 Kelly 不一样。为什么？我都跟你们不一样。再看下一题。好，请问你的孩子对批评很敏感，或是容易紧张吗？好，在意人家的看法，请举牌。好 ，Kelly 不知道，来，有，来圈叉叉叉，哎，永远不一样 ，Kelly， 特别不一样，哎，来。